小白，你终于醒了。帝君，我你。让我检查检查哪里受了伤。正准备包扎，你来了。可我没让你把我按到石头上。按你的时候我没有觉得疼就按了。别让我说谎，说着我又疼了。我去拾一些柴火。你过来。好像什么都想起来了。哎呀，从帝君亲了我之后，我整个人又开始昏昏沉沉的。不管了，还是直接问帝君吧。坐过来，我帮你包扎伤口。我走不动。为什么走不动啊？受伤的又不是脚。那你就说出来。嗯，疼。哦，小白，你为何竟替那些不相干的人？是还在生我的气吗？我要怎么做你才相信我喜欢你？小白，你要我怎么做？剖心就可以吗？我若不喜欢你，
我为何要进入阿兰惹之梦？帝君，你为我做的一切我都已经知道了，小白。又流血了。无妨。小白，过来。从前，当珍藏的爱恋被续写成篇。帝君，你不是在奇南神宫打造法器吗？这么晚回来有何事啊？是要紧的事吗？盏月的画面只润色你的眼。这是什么？这是安禅树的画。上古史中记载，男仙若遇到自己心仪的女仙，常以安禅树编织的花环赠予对方，当作定情物。那这便是帝君送给我的定情物。你是我心口缠缠绵绵温暖的人间，爱却不可说的人，是匆忙的遗憾中我还不完的亏欠。走，我带你去过女儿节。哎，这里这么漂亮，就在这里玩吧。折颜上神时常吹嘘他的桃花林，依我看啊，那个桃花林除了能接桃子之外，比佛林花倒是逊色了不少。就在这儿不出去了，这多好看。重逢初见，当你的挂牵换了我的心弦。当孤单的无边探放进你的眼，翩翩翩翩如风追念，放下了万世红尘却放不下你一面。你是我心口缠缠绵绵温暖的人间，爱却不可说的人。他原是两位神君，今夜心情好，为了讨自己心仪的女子开心，才在女儿节做出如此美丽的幻境吧。是啊，那神君可真是痴心，他心仪的女子可真有福分。幻术铺满了整个王城。虽说幻术并非是什么重法，但将场面铺得这么大，难免也耗了不少精力。你前几日受的伤，此时好全没有啊？我真是想不明白，为什么你如今会做这等得不偿失的事情。我方才在院中时都忘了你身上还带着伤之事。他们不是说了吗？我今夜心情好。自我认识帝君，你就是一副冷冰冰的模样，今日心情突然大好，莫非施法器造的还算顺利？你送我这个了。我送你糖狐狸你就这么开心？那之前我给你做糖醋鱼也未见你如此开心过。过去我不知情，所以错过了许多，如今只想为你多做些事，想让你开心。